未婚先孕的霍思燕在男友杜江求婚后，肚子也是越见明显，更不避讳挺大肚现身各大活动。而孕后的霍思燕身材也是迅速膨胀，腰身粗圆的如同水缸，体型远超其他怀孕女星。霍思燕怀孕已将近9个月，分娩的脚步越来越近。在这个人生的重要时刻，她的喜悦兴奋远远超过了紧张忧虑。随着生产的临近，霍思燕并没有一味在家中静坐，仍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，频频外出。9月9日晚，霍思燕在微博上晒出一张吃美食的照片，并称吃日本菜的榻榻米愁死我了，坐下的时候孩子就快挤出来了，现在我吃完了，要怎么才能出来的方便些，好慧慧坐进去。真是吃货的世界你们不懂，一种纯天然的幸福满足感就会像烟花一样在他们的头顶绽放，只是要小心喂的肚中宝宝太过丰盛，生产的时候自己受罪呀。不过其硕大浑圆的孕肚也让不少网友甚至猜测，这么大肚是否怀的是双胞胎呢？